今天做铜锣烧，铜锣烧的做法有两种，一种需要加泡打粉，另外一种需要打发蛋白。第二种方法做出来口感松软，像蛋糕一样。我们用第二种方法做，两个鸡蛋把蛋白蛋黄分离，装蛋白的碗一定要干净，无水无油，这样蛋白容易打发。蛋黄里加十五克蜂蜜，二十克玉米油，一百一十克纯牛奶，再加一百三十克低筋面粉，画 Z 字形拌匀，防止面粉起筋，拌成这样就可以了。蛋白里加几滴醋，中和碱性。 然后加十五克白砂糖，低速打，打到鱼眼泡状态，再加十五克白砂糖，接着打。加糖本身会使蛋液不容易打发，但是糖又可以增加稳定性，这样打发后不容易消泡，所以这里分次加入，让效果最大化。打到提起打蛋器有直立的小弯钩就可以了。取出一部分放到蛋黄糊里，用翻拌的手法拌匀。拌匀后全部倒在蛋白里，继续翻拌匀。 不粘锅不用加热，把糊糊倒在里面，做成圆饼的形状，然后小火慢烤，到表面出现大气泡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翻个面，继续把另一面烤到微黄，像这样盛出来。这时准备一些水，把锅降一下温，温度高做出来的饼上色不均匀。把剩下的全部做完，再在饼上抹上豆沙，豆沙的做法前面做过。盖上一张饼压紧。 这样铜锣烧就做好了。这种方法做的圆饼借鉴了蛋糕的做法，所以也有蛋糕的口感，比较松软。做饼时一定要记得用小火，这样不仅表面光滑，而且上色均匀。石头美食，天天美食，我是石头。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石头，也欢迎评论留下你喜欢的美食名称，下个视频可能就是你想要的。